天哪，怎么不冷啊？哪只股？大股呀。大股它放不平的呀。卡式炉，它等于里面有水了就好。嗯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我们现在是去喀纳斯那个国道上面的一个路边，然后正好车可以开进来嘛，我们就把车给开进来了。然后开了一整天的车了，肚子有点饿，所以吃个火锅吧。因为我们冰箱里面有那个肥牛卷，两个肥牛卷。这个牛肉卷真的看起来好好啊。嗯。真的好好。这一盒只要23块好像。23块。23块是吧？感觉很厚。对。它是厚片的。这个稍微贵一点，25块。嗯。这个就是带点肥肉的，这个就是纯肉的感觉。你看我羽绒服安排上了，穿着羽绒服就是暖和好多、啊。今天风有点大了，其实风有点大，跟那个卫衣真的不能比啊。我估计明天如果它还降温的话，我也得把羽绒服给穿起来。嗯，有点冷了，风一吹就有点冷，但是这边太阳晒着还好。风是从那边吹过来的，我们车挡着了，太阳晒着还可以。还有，开了开了，火锅底料放进去。香，香香。把袋子给打开吧。放多少来着？都吃完了，你还留着啊？这些东西。留着下一顿吧。都吃完了。下点丸子。该有的都有啊。是我们喜欢吃的都有。我喜欢吃的。看起来真的好好啊，这个肉。像那种澳洲啊什么之类的，好像在店里面买的。什么古式牛肉吗？有个冰箱还真的不错，你看、都还是硬的。最后整点白菜、啊。哇，这个丸子怎么变成这么大？可以吃了。先给我看一下，火锅底料没放多少。哦，赶紧吧，饿了。可以吃了，火锅可以了。再下去，肉都老了。好，吃吧，你先吃。我真先吃了。有牛的味道，有牛的味道，单吃啊。是要到任何世界的任何角落要去吃火锅吗？对哦。我们下次去南美洲吃火锅，去那个丸子就不好买喽。有华人餐厅的，放心好了。这些丸子都买得到吗？买得到。鱼豆腐，鱼豆腐不知道，但贡丸这种肯定有，牛羊肉也肯定有。我们去那个哪里啊？天空之境，玻利维亚。这牛肉超好吃。嗯，这牛肉太棒了。特别肥肥的那个地方很香。肥肥的我还没吃啊。哇，这个真的特别好吃啊！哎，你说他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的人，就是有牛羊肉很便宜的地方的人啊，满脸幸福。他吃火锅不是很爽吗？对啊，肉都很好。对啊，又便宜。但你想，我们生活在宁波，你说新鲜的梭子蟹，
哦，也是。是吧？他们就吃不到了呀。各有各个地方的优点。嗯。多出去走走。所以就是要去世界各个地方，不能窝在一个地方。这个就是瘦和肥肉相近的那个、嗯、那个。很像那个肥肉的地方，很香。太棒了。哇，怎么会这么好吃啊？我想这里把那方便面给放进去。嗯，这样好像没什么风啊。风很小。吃你一个鱼豆腐。赏你。赏你。我把白菜包着这个肉。嗯。一卷。哇，这鱼豆腐也不错。我太小了，要过去安排上了。这一锅把它吃完之后，我们就要继续赶路了。今天我们应该是会到喀纳斯的景区门口停车场，然后就露营在那边，明天一早进去。对。哎呀，我们想到明天人很多，我就是难受。怕吗？景色肯定是美的，但是我就怕就是玩不好，心情会烦躁，人太多。人太多，就会等公交车会等很久。嗯，好了，拜拜。